漂亮哦。哎，超美，这不是任务啊，这是惊喜吧？哎，你今天快点快点，这什么？这是任务吗？这次的任务要去那边。哎，我跟你讲，这个叫做仙女散落的珍珠伽罗，它有仙气，这是什么？我跟你讲，这个地方随时有仙气，湖面上超漂亮，你看。我决定了，这是我那个哪个真的很要被求婚的地方。太棒了，不去那边不讲。那你如果要带你的未婚夫到这边去，他体能要非常好。欸、真的，哎、欸，真的真的，这边是我们有史以来要爬最高的山区啊。目前前面要先踢4公里上坡的林道，进到。登山口4公里，对，到了登山口以后，再走3公里陡上，到伽罗湖畔。4公里，先走4公里才到登山口。这草真的是要很小心，不然会破相。真的啦！我自己笑得开心，但我不知道怎么过去。哎，哇，还好吗？不好。你的电子包包个屁！哎，我的脚，我不要进来烂泥巴，烦死了！各位别忘了，这是我们第一次的野营。所谓的野营，就是我们要负重，自己的水自己背，很多食材。这里要负重上去，对，一个人大概平均10公斤了，还要背食材。大家可以看一下。因为雨真的太大了，我们要赶快赶路，因为天色已经开始暗了。超大了，这么重。嗯，这样有拉到吗？真的是仙境耶，上面就是很像云，还是烟在湖上面飘。五个人，五双眼睛，五脚十脚，带你上山下海做一遍。两天一夜其实不用到10公斤了，两天一夜其实我们的重量大概在7公斤上下，然后里面你算1公斤的水。然后大概500公克的备粮，然后其他都是衣服、睡袋、杂七杂八的。所以我很想量，因为大家应该会不太知道，就是到底要准备什么。我也是能尽量精简就尽量精简，因为真的哦，爬大山。拉开看嘛，你莫接受啥呢？我加固个你，两面去加很多。董事长哥，哦，好棒哦！你们在打麻鸡哦？打麻鸡啊，也是起补的意思啊。哦，来啊，可以啊，那就由我们最年长，我们最年长的来打。喂，不要笑，有。收下会很累，继续啦，好运啊！其实这个原住民的麻薯啊，跟我们平常用机器打出来的不一样，因为它是整个蒸好的米，然后我们直接下去这样子打，让它整个粘弹性。所以，它是用成熟的米打。对，一般话其实它是先的，没关系，我看到。所以它吃的时候 Q 软之外，它却有保留着些许的颗粒。花生粉还
还会沾什么、啊？这个里面有出汗出力哦，有自己的功力。其实对于日本人来说，摩机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因为从小时候跟爸爸妈妈一起打摩机，一个活动的时候。然后比如说通常跟爸爸妈妈聊得很少的朋友嘛、也打摩机的时候对增进亲戚对没错那其实台湾的摩机跟日本之前有什么不一样吗其实应该是一样很好妈妈、想请教一下妈妈就是长辈的意思妈妈两位妈妈叔叔这道是什么那个我们台湾族叫做德门面德门面德门面就是一种面嘛不是一种肉肉腌肉一种腌肉传统的它是用传统腌肉这个是米嘛以前用的小米拿去腌包盐巴小米小米是要半熟半熟然后呢然后就给它混在一起放在一个瓶子里面让它发酵一个礼拜就可以吃了 OK 但它这个是生肉所以有的会不敢吃生肉对生肉啊生的你刚刚有讲生肉吗我怎么没有听到发酵过的发酵过的所以已经半熟了应该这样子说好吃啊好吃啊假的小林吃给你看小林爱吃因为台湾各族的原住民应该都会有这个好吃对不对这要飙风呢不许这啥我之前新竹的司马姑苏那边当主公那时候三天一次就这个对你看想看你把它想象成像生火腿一样它的口感其实很类似这样子哎林桑东西看能不带就不要带尽量减为什么这么重哎它的超重的啊哇应该超过十公斤对 OK 没关系啊你要是背不动的话我可以帮忙背一点我是怕失望你来了你来了哎我们现在这边是四季林道对这边好前面这边就是我们的路口了哎那个湖那边有洗澡的地方吗没有玲玲当然没有你有没有住大饭店啊哎，那边是高山的，没有，我们去山屋，浴缸没有浴缸，也没有电，浴缸可能难了点，热水器跟冷气什么都没有，电器也没有，没有，真的，我们是当野人，我们去那边有大地给我们的光芒，晚上就是月亮或星星，有最天然的冷气，让人冷到不行。欸、有虫哎，虫，对啊，巴力，赶快你喜欢的甲虫，小小的，这超有趣，五只懒惰虫，它马上装死了，你看它滚下来装死了，那什么？这个是象鼻虫，对，象鼻虫，就是尖尖的那个吗？哪个尖？鼻子尖尖的，鼻子尖尖啊，跟小木偶一样。它有三个鼻子哦。行了，好可爱哦。它的眼睛很像蜗牛，然后中间一个很长。它跟小林很像哦，很会装死。小林虫，我以为它已经死掉了。小林虫，它别在自然的环境中很多昆虫遇到危险，它六只脚收起来，然后就装死。因为你看，就在这个森林底层，你看下面颜色跟这个枯草颜色一模一样，一模一样哦。然后它的这个长长的是什么，你知道吗？鼻子。就我们常去的啊，象鼻炎的象鼻啊。对啊，象鼻虫是一个形容，它真的很像大象的鼻子，但是那个是这种甲虫特化的嘴巴。口气。对，耶、你很专业，这样讲出口气两个字。我跟在它旁边也是救急了。它那个嘴巴很厉害，它长长的嘴巴，因为有时候它们吃的是植物比较里面的东西，比如说茎，它不吃皮，它要吃里面的组织，所以它要咬破那个皮，然后去吃里面的组织，它的嘴就特化成长长尖尖的这个样子。
我们现在已经开始爬了一阵子，然后呢，给你们看我们现在的土路。走吗？我今天的目标就是鞋子一干净到山顶。超平，你还好吗？等等。小林这个走法比较聪明啊。Yes. 所以小林后来要速同。好，这样比较快。哇！为什么不跟我讲？还好你的是雨鞋。来，我被咬了。你下次可不可以早点发现啊？不然我们又要走回去。不是，它是什么？对啊，我走好远啊。对，你们努力看，努力看，它是什么？巴蒂知道啊。哦，这我一看就知道了。其实很多人都把它当害虫，它是天牛，对不对？对。而且它是有一种那种钢琴烤漆的颜色。这只非常漂亮。这只是巨天牛。哦，巨子的巨，台湾的天牛才800多种。这么多，真的会吃活素的吼，就只有在10几、20种、几十种而已。哦、真的、啊？那大部分的天牛其实它是森林里面很重要的清道夫昆虫之一。因为这一棵树，假设它已经快死了、老死了，然后倒下来，我被牛虻咬了，痛痛痛，有很痛。在哪？在哪？等下我帮你。在这里。先拿一个，拿，就是小林钓了两只。那照。我把牛虻给处理一下，牛虻呢？好妙的地方，好重哦！等下，小林你不要动，哎，这边牛虻，你转过来，牛虻很懂吃哎，什么？Oh my god！会叮人的、哦，动物神友会。这只牛虻啊，这是咬人的。为什么叫牛虻？连牛的皮它都叮了。有！我那像这些虻类，它就是吸血，吸哺乳类动物的血、啊。牛虻一点都不猛，它嘴巴很尖，长得不猛，很强，超痛，对不对？对。它在吸你血的时候，其实它会口气旁边有个装置，把你肉稍微剥开。它口气下面有个类似尖尖的东西，慢慢锯开，锯开以后再插下去吸血。天哪！我有真的被它吸过。山上很多吗？对对对，像这样子没有破坏生命很多。很痛很痛，对啊，还好啦。这样子被刺，我一直以为你会。熊哥，你在摘什么？这个。熊哥。要不要尝一下？熊哥，你是在演神农尝百草吗？原住民就是靠这个才不会肚子饿嘛。啊，对，准备讲很有道理。这个山芹菜。山芹菜，你有看过吗？我有炒过，但是第一次看到，没有味道啊。有，你闻这边。是芹菜的味道哦，所以你跟芹菜一样，你看它的叶子就是芹菜的叶子的样子，很浓很浓很浓，它的味道有一点像台湾芹菜跟香菜的结合。这个煮汤也可以用炒的，炒山猪肉，凉拌也可以，凉拌也可以，对，跟搭配这个桂鸟一样的凉拌的。哇，桂鸟，对对对对，对，太好了，新鲜的呢，内地的东西。我知道那个芦苇会割人的那个，这不就是草吗？对啊，对对对，给牛吃的。一般人认为只是草而已，不过哈，这个功能很多啊。什么功能？它有什么功能？猴子很喜欢吃，当然我们人也可以吃啊。啊，这怎么吃？怎么吃啊？那我来做，我来教你啊。舌头会割到吧？对啊，不会。哎呦，哦，怎么样？那个软的部分就可以吃哦，它的嫩心。对对对对，来，啃甘蔗这样啃吗？我也想啃。直接吃吗？先民最喜欢啃东西了。这好像在开玩笑哎。黑头。
这个好像可以煮汤，大哥，对不对？对，而且很退火哎。这个配排骨或是煮那个鸡肉都可以。像我这种火气大的鲜明就要啃一下。真的假的？努力点，然后讲完话休。这个很好吃，你吃。哪里过来？骗人！我知道了，贵文，他是苦瓜跟玉米笋的结合。这怎么跟我之前吃的不一样那么像吧？苦瓜跟玉米笋，它是甜的吗？谁咬过的？不是不是，这个咬过了給我吃好不好。我来来来来，自己看到是谁咀嚼过，你还塞到嘴巴里面？很苦啊！勇哥说，如果在山上，有时候，譬如说比较热啊，比较什么，他们就是会咬一小节这个，因为它比较退火，有水分。对，你试试看。我吃都上火，这真的很难吃。它是退火用的，配排骨跟鸡肉就够。这怎么会有个这种废弃的住宅哈？对啊，水泥屋。其实这个是我们早期那个以前山林还有在伐木的时候一个管制站，然后就是所谓的护管所哦，森林护管所。其实我们刚才看到的林道都是卡车在行走，在伐木运材的地方。哎，那这一带刚好就是所谓的嘉禾湖这一带，其实以前早期是旧太平山，所以现在看到的太平山是新的太平山。所以当年说的三大林场，太平山是指这一边才是，对，那一边不是，不是，不是。什么树啊？这一块，这是什么树种？红块。然后这个也就是嘉禾湖登山步道的登山口的巨木，这个神木，好厉害哟！哇，小林拍了什么？高耸入云，红块可以长到这么高。哎，对，其实它块木最高，大概有的一些可以长到40几公尺以上。哇，这一棵超过2000岁了吧？在2500，2500哦，2500岁，快，这比鲜明还要再鲜明很久了，真的，我感受到了2500年的形状，它高到我看不到它的顶部，对啊，很高哎，所以登山入口就是认这个神木了，对对对，这不是起点而已，对，那我们刚刚走的那个是散步，叫散步的路径，天哪，哦，所以这边就会陡上了，好。一路走上，对对，刚刚都是林道。该不会2.9都是这样吧？啊，因为我们这个上升坡度好像要500-600，是非常陡的，而且很滑，但是好美哦！为了这个景象，可以啦。小心滑。对，好。10回ぐらいいろんなガイドさんとですとか登山してる人たちにもうすぐ着くよって言われてるんですけど、一向にゴールが見えないっていうこの優しい山特有の騙し合いが僕は比較的好きなんですけど、
今回はちょっともうすぐ着くよから3時間ぐらい経ってるんで、さすがにきついですね。下雨了，我要穿雨衣了吗？还是再加快步伐走走看？而且要变大。对，我们后面还有一堆人呢。OMG！赶快走走好了。雨势感觉蛮大的。好吗？好，你看都非常的雾茫茫一片。啊，下下来了，有感觉了。有，湿了。啊，快点！你看了。好快！你看这雨非常之大。Hurry！哇，天气变化莫端。大家可以看一下，因为雨真的太大了。艾美的可以吗？帮艾美看一下，把那个雨衣的袖子卷起来。忍耐一下，这雨大概一个钟头、半个钟头就消失了，结束了。嗯，我们上一趟南湖下来是这样子，但是这个如果你不穿雨衣，很容易全身湿感冒。走这个山呢？走嘉罗湖让我觉得很过瘾，很爽，舒服啊！虽然还有900才会到达平台，900呢大概是操场一圈400，跑两圈再多一点点，就是一个很陡的陡坡，我们要赶快赶路，因为天色已经开始暗了。离我膝盖这么近，我们大概在20分钟左右就可以脱雨衣了。超大的，更难受。这样有拉到吗？连拉筋都不行，连拉筋都不行。那我要这样保持一个弯度，这只腿就没了。可是一伸直，我觉得你休息一下下，然后再多喝水跟运动饮料呢。俊明哥，我们距离大概有多远？还要爬坡1公里。还要爬坡1公里，1公里上去就快到临线，临线就平缓过去。但是现在3点嘛呢？哎呀，3点嘛，所以5点以前看应该赶得到，应该可以吧？可以吗？不要休息啊，像你刚才这样一直走过来就对了。好，不要停，不要停。好。爽快，而且现在云雾都散开了，对，超棒，太棒了。好了，包括先放着休息一下，快，包括放着休息一下。我们现在照着剧本走，最后1公里，但是缓坡都没有什么爬坡。教你怎么走，你都要帮我走。太腻了，要走在那个木头上吗？对。啊你啊我呀！哇！我去！能走得过去吗？都是泥巴。对。哦，这泥巴下去，整个都伸下去了。把鞋子脱掉，打赤脚。我这木头可以踩，完全可以。家里木头可以踩。OK。有些人是走旁边，但好像蛮深的。你怕什么？对啊，我在怕，没有，我很怕一下就直接淹到顶，你知道吗？因为看不出来到底有多深啊。一点点，10公分。还好，还可以。哇！木这个，你踩那个好了。
哎呦，这还行哦，还行。哎呀，脚会乖乖的呢。因为我拉这个有用吗？我觉得你的手比较实在啊，耶！好哦。我们已经是这样子了。现在在过这个芒草丛，对，这个哦，右边也有一个路，左边，因为这边哈芒草很多，所以要看路径。我先踩一下那个位置出来。哦，这边有个撤退池。哦，漂亮呢。所以这个撤退池是干的嘛？现在水比较少。枯水期。对，枯水期。好，大哥跟我们讲说这边是撤退池，所以你可以看到这边整个后面是干的，没有水的状态。OK， 看阳光照下来好美哦，气氛很棒哎。太深了啦！我自己笑得很开心，但我不知道要怎么过去哎。哎呦！太大朵了。哦。好芒草盛名的尴尬，好狼狈哦，脸被草打，然后脚被泥巴淹没，然后还没有吃中餐，现在已经快五点了，真的要吃什么？你到底吃了什么？对啊，不是很爱吃芒草，这里给你吃的够。是谁在那边说芒草很好吃啦？阿奇跟 Max 啦。还有吗？哎呀，巴蒂完全不胖。啊！笑呀！你怎么跌倒的 ，Max？ 啊！这个你的电子包包跟屁屁。哟，过来了。哦，还没。啊，我的脚。我的脚好痛。嗯，太棒了！我的脚已经完美了，中了 ！Oh my god！ 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我好烦哦，神烦！我不要进来烂泥巴，烦死了！好漂亮哦，快过来！好，哇，这是什么？哇，这里了！这是其中一颗珍珠吗？小珍珠。这个池很小，但是呢，它有一个很厉害的名字，什么？叫豪迈池。然后往这上面看过去，你会发现，如果你运气好，在这你就看到那个雾是这样滚的滚下来，超厉害，超美，有点感觉。来了，下来了，运气超好的，云海的。嗯，一层一层叠下来，这边算是我固灵带，就是其实它随时傍晚还是中午的时候，就会一下起雾，一下太阳，一下起雾，一下太阳。所以你看云雾滚下来了，那再来就是我们往这个方向看上去，最高的地方是迦罗山。哎，哪个？迦罗湖的地方吗？上面看，是不是快到了？对。到了，迦罗湖到了吗？这边是，耶，这边是迦罗湖前面的一个小湖，这边就是尾淡湖，还要再走啊？哦，还没到，迦罗湖快到了，尾淡池，对，这边大概民国88年的时候有发生过一场
森林火灾。真的假的？那这边本来是天然的阔叶树的春联啊，是，就是说有 Hinoki Maniki 这一些，是。那一年应该是有受到雷击，所以这个区块大家看到现在的很多的这个白木树苍苍，这个白木，对对对，白木，这个我们在学理上称为白木林。白木林，白木林在这边。啊，对对，白木林，白木林，是其中之一啊。小林，他也去那边站着。好朋友们在那边。你这样讲，我们都不敢说我们也姓林。我们刚一路走进来，是不是好几百公尺都是芒草，然后烂泥？嗯，对。因为正常的森林底层是不会长那么多芒草，这应该就是当年烧了以后开始先驱植物，然后这些芒草整个长起来。可是你看我们周边的这些森林，它很多新的这些树木又开始长了。等到若干年后，这些芒草就消失，因为树木又盖过去。哦，是这样子哦。他们没有办法行光合作用，自然就灭掉了。哇，赶快，各位，家乐福到了，不要哭了，超美，终于，少女好美哦，赶快，哇，好开心哦，天，我真的太赞了，这里，哎。它的倒影超美的耶，美哭，我真的哭了。美，有没有觉得我们历尽沧桑，充满泥泞？你看看，好辛苦，终于走到这。真的耶，我也觉得这样我滑倒才有价值。好美哦，真的。你撒狗，好好好。结束，我们应该是玩了八个小时。八个小时，我们真的终于找到仙女。这边吼，它是整个加罗湖群有十几二十个像这样子的环境，那只要它的云雾一散开吼，看起来就像天使散落的珍珠，白色贝壳里面那个，漂亮。刚刚一走下来的时候，确实有云雾在上面，而且它完全百分之百就是。贴在湖面上，对不对？对，然后上面那个树又有那个仙气在飘，真的好美。做什么？哦，我很饿，是，你很饿，对不对？好，我赶快做。我们今天做两个，一个马告，我们下去煎。马告，我们下去煎牛排，好不好？这么大？太大了吧？这个我忘记，现在在加罗湖。对呀、啊，很不像在加罗湖，对不对？然后呢，另外一个我在做一道台湾经典那个传统菜，经典的台菜，它叫肉酱番茄排骨汤。然后它是非常非常传统的一个台菜，你知道北投吗？北投我知道，温泉的那个地方。温泉那地方的酒家菜非常有名的一个汤，好不好？我们赶快来开始做。来，你看我们的肉就是这样。嘿，有没有听到这个声音？等一下有。我们牛排在煎的时候呢，这一开始的火一定要很大。OK， 那我说其实呢，我们早上啊，你就都不用处理，你就冷冻的整个把它背到背包里面。然后我们到目的地要煎的时候，它其实就差不多退冻。然后你只要准备简单的盐、胡椒啊，这样子就好了。它很香。对，你一定要把它的那个腥味，其实我们就是要借由这个锅子让它消失。要不要吃？来。翻过来的时候，它这边就会非常的漂亮，然后多的牛油就会被逼出来。我们再用这个牛油来煎，一定很好吃。
跟你说，杯托的汤真的，这个是很传统的菜，所以我们撒了盐之后啊，我们一开始就把我们的伊比利猪，台湾传统的话是用排骨，但是我们用伊比利猪，然后先把伊比利猪的香气整个炒起来。哇哦，我好想第一次天空下做料理。哎，我也是哎，第一次跟你这样子，好浪漫。对呀、啊，哦，马克思的汉斯，对不起哦，他们应该生气。喂，他一定要煎到这样子哦，表面脆脆的，然后多余的油整个都滴出来。我们就用这个肉酱去煮汤底，汤就会甜，就会香。Steaky, 好暖嫩的感觉。哎，为什么我都没有呢？马上来，马上。软嫩归软嫩，没有血。你今天已经平凡了，你今天累惨了，真的吗？我的厨师精华都在这一块肉的体现上面。有，刚刚有摔到。嫩。我这么大块。其实，在山上喝这个汤很不错，因为我们就是利用这个肉酱的咸度啊，然后调一点盐糖，这样子就好了。你说是肉酱？对对对，就是罐头的肉酱，广叉香或者是新叉羊肉酱。对对对，很高级，还要辣味。有点辣，对。我觉得它的味道跟蒜苗还有芹菜特别搭，因为广叉香肉酱其实是有点油，可是配上这个整个清爽，味道又很棒。它这个猪肉吃起来味道很弹牙，对，对啊，是脆的，吃出来，对不对？今天因为小林喜欢这个，所以我们的猪肉原本是排骨，我让它奢侈一下，它是高级的伊比利猪肋条，哇，它不是普通的排骨，所以吃起来口感还是这么的脆。怪东西，怪东西哦！这个，这个，青蛙，青蛙，我看看，啊，越来越远了，停下来，等一下，等一下，哎，这是副班，这是底下是蝌蚪森林吗？我的天哪！哇塞，真的看起来比较像盘古蟾蜍的，是哦，盘古是台湾两种蟾蜍里面比较高海拔的，然后这个环境一定会有盘古蟾蜍，然后其他比较小只的，我觉得看起来应该有两三种吧，因为一直听到末世的声音，有没有听？有。然后我们下午到的时候听到那个管管管管，那应该是副班那一类的。管管管管。对，你最近管管，越来越像青蛙了。管管。我觉得在嘉罗湖夜观实在是很特别。终于有怪东西。怪东西哦。哎，我看是有些水菜类的。对，这个。哦，哎，这好怪哦。水菜。我们之前看到那个大只的那个水菜啊，那是蜻蜓的。然后像这种就是葱类的。啊，我怎样？豆娘。豆娘那一脸，对吧？哦，哎，它好活跃哦！哎，它这好像是那种超大型的绝绝。你看，哇！马上就，它长得好特别，它尾巴还有那种尖尖的，叫鳃叶。而且这边好多，对啊，地上都是啊。你在拍什么？拍戏是因为需要很暗的地方。通常像这样子拍一张灯，咔嚓咔嚓，但是快门拍星星的时候，咔嚓。
拍星星的时候快门要调得很，没错，啊，江，就是快门很慢的意思啊。对呀，哎，那这样子是拍得到加罗湖的银河啊？你们看下面就一个金的，哎，哇，这边直接看，直接可以看银河的。阿杰，那个是北斗七星，对不对？夏季大三角在那一头，很清楚，而且有一些北斗七星超亮的，星星的距离近到好像可以 touch the sky 的感觉。哎，讲英文啊， touch the sky。你看我刚刚拍的，哇，好美哦！哎，这是加罗湖上面星星，对对对对对，好厉害哦！再贴贴贴，慢慢下去，然后就可以倒影的星星。我以为在天文馆的。白天的镜面更会那个反射它的倒影，哎，而且超清楚的，然后上面的那个烟啊跟雾很梦幻，然后早上刚起来的时候它还有这样一束光这样子洒下来，很美很仙，这一定要多拍几张照的，太美了，台湾就有这样的地方啊，很美。对对对，哎，我以为你们还在睡觉哎。没有，早上就在帮我拍网帅啊，偶尔要帅一下。我看看，早上有雾很多，那边漂亮的，那边的好久都可以看倒影。嗯，你嘞？哇，可以，漂亮漂亮。太晚了。早上起来的时候啊，这边全部都是雾气。我有拍到，我怎么没看到你在拍？有，啊，你在那边，我们在那边，整个都是雾气。我跟小林从那边走过来的时候，好美哦，真的，灵气逼人，对，超美。我觉得最漂亮的那一瞬间，就是太阳起来一点，然后雾稍微微散开的那一瞬间，那个真的很漂亮。然后幸好小林有拍到，太阳就是晒出一条黄黄的，很像黄色的，对对对对对对，很像彩带的。Got a daughter of my own. When I hold her tiny hand, finally understand. Every hope and dream, every smile and tear, I feel so deep. As time goes by, I hope I'll be half as good as you. 大家应该还满意，还不错吧？很美，很先进哎！我很少看到保持这么完整，然后又这么仙的地方。嗯，确实这里都没有破坏。嗯，很喜欢啊。加罗湖对摄影师来说非常好的地方，因为从一开始到这边都不同的风格，然后我觉得惊喜是就是一连串的来，就你一过来看加罗湖，对对对，加罗湖已经很美了，然后后来晚上那个整个银河整个星空，我没有看过那么美的星空哎，真的，你像在天文馆里，很梦幻，整个银河，然后早上有那个烟蒸汽，对，真的。太美了，一票玩到底啊！台湾就有这样的地方。